据台湾媒体报道，林心如昨日提前剖腹产下女儿，老公霍建华则全程陪产。娱乐圈的众多好友也纷纷送上祝福。低调的夫妻俩不打算曝光女儿的照片，不过宝宝结合林心如和霍建华颜值优点，也遗传爸妈的酒窝。林心如笑说，她有两个酒窝耶，刚好我们俩一人一边有，她集合了两个，好好玩。还透露她爸爸都舍不得放下，一直抱着。40岁的林心如虽是高龄产女，但今天也已下床走动，并顺利分泌珍贵的初乳。可知她体质算是不错，对于女儿她是百看不厌。至于有没有大眼睛，目前因为 baby 一直闭着眼睛睡觉，还不知道大小。接下来她会找月嫂为自己坐月子，好好调养身体。